龙作为华夏民族最为重要的崇拜图腾，自古以来象征尊贵、权威和英勇。腕表流行历，天书接地气。生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生肖腕表有特殊含义。这里面，龙是生肖之一，但又不仅仅是生肖。当科学和因果律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得相信某种力量，比如与超自然力的契合，比如图腾崇拜等等。所以对某种颜色的偏爱，对某种超自然力的崇拜，无形中起到了商减的作用。这或许是很多人喜欢生肖表的原因吧，更何况是龙。浪琴表全新发布军旗复刻系列月相腕表龙年生肖特别款腕表，咱们聊聊这款表怎么样。这款军旗龙年生肖特别款有什么特别之处，顺便再聊聊我的一个小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军旗系列一直是浪琴表旗下的标志性产品之一，也是品牌最早的表款系列之一。军旗，舰队指挥官船上飘扬的旗帜，这款表还是很经典的，偏正装款式。说实话，我一看这种简洁又有棱角的造型，就联想到一种作风过硬的范儿。金刚表壳通过旋入式后背的设计，确保防水性能优秀的同时，控制住厚度，造型优雅。直径嘛是38.5毫米，精巧适中的尺寸和细节设计，彰显低调经典的优雅风格。弧形表盘灵感源自1950年代的经典款，表盘是象征生机祥和的龙银红，致敬中国传统。但说实话啊，这个红色其实很有来头，我后面讲。表盘上有11个镀金镶嵌时标，其中3点、9点和12点位置时标加长。表背镌刻有龙头图案，象征降龙昂首，扶摇直上。艺术家的创作让方寸大小的表背展现了龙的识别和力量感。关于这个龙的设计由来啊，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灾难，你需要的是避免熵增，实现熵减。在《连胜的艺术》一书里边，有这么一个连胜球队的故事。某球队拼尽全力，但胜负未卜，队员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比赛前做祈祷，换了5次比赛都赢了穿的那双袜子。看上去挺不理性，对吧？但如果你确信这么做有力量的话，你就阻断了你认知和行为的复杂性灾难。这种迷信啊，在客观上还真有点所说的截断众流的作用。龙作为华夏民族最为重要的崇拜图腾，自古以来象征尊贵、权威和英勇，它代表着战胜一切的力量，也蕴含着吉祥的寓意。2024甲辰龙年，浪琴表特别邀请中国艺术家林子南，在星象概念和甲骨文龙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龙字图腾。你也看到了啊，经过艺术家的创作，龙的造型一反传统的形制，更新颖，更具现代感，更时尚了。关于这个表盘的颜色啊，龙银红，我有话要说。常看腕表流行历的朋友一定还记得，今年钟表与奇迹日内瓦表展上，某品牌出了一款年历腕表，表盘颜色当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Why is dial is in that red?One of the reason behind is that, as you know, red is one of the color linked to the city of Rome. City of Rome. Yeah. Not yeah. ancient Rome. Also ancient Rome. Yes. Also example, ancient Rome. Also, for example. 经确认，品牌使用的罗马红也源自古罗马的历史。当时我就觉得，古罗马粉要是看到这个颜色，肯定会心动的。后来听说，潘通色今年流行的色谱里就有这种类似的红色，怪不得后来有几个品牌今年陆陆续续推出了丹霞红和赤霞红呢。再看看这款军旗复刻龙年生肖特别款啊，配上镀金的嵌刻时标，这活脱脱不就是凯撒凯旋的主识别吗？6点钟位置是月相，月相色泽与时标分针及秒针和谐相应，与龙银红色表盘形成鲜明对比，充满复古韵味。所以说机芯啊，因为是龙年特别版，所以后背的军旗徽章换上了艺术家专门为浪琴定制设计的龙头。这龙造型系列在表背这个方寸之间更容易识别。全新表款搭载 L899.5 自动上链机芯，硅铀丝抗磁，而且可以长期保持等时性，动力储存可达72小时，周末无忧啊，军旗本色。所以说龙是生肖，
但又不简简单单的是生肖。或许这个龙吟红色表盘跨越古今，横贯东西，集合了更多民族文化的想象，也就是说它超越了生肖表的范畴，有跨文化的内涵。颜值不错，而且颜色正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但与其说是用来日常佩戴，还真不如说更适合收藏。反正限量888只，如果古罗马粉也把这款表加入购买清单的话，你把这表带出来也够拉仇恨的。只有888人有机会戴上这种表，我替你戴一下啊，看看感觉怎么样。尺寸38.5毫米，属于高度安全的尺寸。表耳还做了倒角处理啊，细节丰富，造型优雅克制，反而突出了龙吟红的效果。厚度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啊，侧面看起来也很挺拔啊。说归说，浪琴的军旗本来就是偏正装，这款龙吟红表盘也的确适合环境雍容华贵的正装场合，更不用说在收藏柜里陈列的醒目效果了。生肖也好，龙也好，心诚则灵，就连顶级的物理学大师最后都有了那种类似信仰的感觉。所以万表流行力祝你借助龙的力量实现你的梦想。大家对这个表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谢谢你，下期见。